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文大叔。这个频道以 AI 应用以及智能化工作流程为主，带着你一起学习，一起探索 AI 的无限可能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让 AI 成为你的超能力。 很多人跟凯文大叔反映，DeFi 只有五个应用，实在是不够用。那在一点零版之前，我们还有十个可以用，但是升到一点零版之后啊，目前只剩五个可以使用。好，那今天凯文大叔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让大家在还没使用本地端之前，有足够的应用可以来做运用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虽然。 已经输入文字，它还是没办法建立啊，因为现在已经有五个应用在上面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砍掉一个流程，或者是砍掉一个其他的应用，我们才可以继续再往下做建立的动作。如果你在这边建立一个流程，你就进去里面去做设定啊，那之后你在建的时候就会发觉已经不能再建立新的流程。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的时间差，好，当它还没更新数据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再去建立新的流程。 我们就可以去利用前面说的这个小 bug，我们就快速的建立流程，然后再退回建立流程退回，哦，趁系统还没有去更新你的数据的时候，我们赶快去呃去把这些流程都建起来。好，那你看我这个动作就这样持续的操作，到后面已经建了十几个流程在上面。好，所以其实就是。 呃，因为它的伺服器更新数据的速度比较慢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漏洞去先把我们的流程先建起来，好，因为一旦我们把流程建起来，它就不会去阻挡我们去使用这个流程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趁这个呃，就是它的系统还没更新之前呐、啊，好，还没更新数据之前，我们赶快去把这些流程先建好，好，直到上面出现这个限制。 你看上面它会出现这个使用上限已经到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再继续减下去。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十二个流程在上面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，让我们呃原本它的限制是五个，好，可以呃就是扩张到可以用到十几个流程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好，看这些流程到底可会运行。好，我们就每一个都去试着去。 呃，输入资料，看它能不能跑出来啊、呃？能够跑出来，就表示说这个流程现在是通的这样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看我们这样试的每一个流程啊，好、哦，它的呃功能都是正常可以运行的。好、哦，就表示说，其实呃，虽然它已经超过了限制。 好，但是这些已经建起来流程，我们还是继续能用。好，那之后我们就是真的要使用的时候，再去流程里面做调整。好，再去改呃我们实际要用的流程这样子。好，那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目前算是它的 bug 啦。好，他们在还没解之前好，好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可以用使用超过五个以上的。 呃，流程或者是 Agent 这样子啊，那就看各位喜欢用哪一种应用啊。我个人是推荐用那个 Chat f l o w 啊，哦、啊，就是聊天流啊，因为聊天流除了可以做聊天的应用以外，它还可以去加入 Agent 的节点，好、啊，那这样子会让整个的呃流程会更具弹性啊。那工作流也可以保留几个。 好，工作流我觉得也可以建几个，因为工作流我们可以简化我们的流程。好，我们把一些常用的流程，我们就直接设成工作流。那这样之后，工作流就可以直接去重复的运用它。这样，OK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。好，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